看病每到一箩筐，病人医师都很多。去医院，我一定会侧身进去那个大去探病，进去看到自己孩子的病历号码，64，还是挖西细耶。以前这个病历是一定得改的。像值班不能吃鸭胸，不会吃鸭胸。晚餐要订什么？订水饺啦，还是睡觉？哦，饮料一定要订麦茶。为什么？麦茶，麦茶，不信他的时候就没事。可是你不信他就会越来越准。对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